喝醉的人怎么可能听到这些呢？什么密码是？妈妈是？不是，那就爸爸生日。密码是多少？0923。我记得你生日不是这一天啊。那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日子。我们是在那一天见到的吗？准确的说，是我遇到李慧珍的日子，也是我最开心的一天。难道是？我会尽我所能阻止引猫头关闭，是，这很难，但它仍然是有希望的。不用担心，以后再谈。怎么是你？你到底是怎么来我家的？因为聚会的时候，我出来打了一个电话，就看到副主编躺在地上，所以聚餐的时候我先走了，然后你就出来打电话，然后你就看到我躺在地上了。对。然后你就特意送我回家，还特意藏了起来。我不是特意，是那个。是善意的，就你一个人吗？不是不是，还有林一木的，他人呢？他已经走了。那你怎么还在这儿？我现在走了。你到底是怎么进来的？用房卡进来的。因为当时进不来，所以就看了你口袋里有房卡。你还翻了我的口袋？没有，不是故意看的，因为当时没有其他办法，所以就用翻了一下你的口袋，发现房卡，只能用这个方法进来了。我刚才昏倒的时候，好像听见有人叫我胖宇。是你吗？没有啊。副主编啊，副主编，你一定是喝醉了，你一定是喝醉了，你一定是在做梦。站住！副主编，真的不是我说的。我不知道你好像真的在做梦，你可能是喝醉酒了，所以才会出现这种有人在叫你的感觉，所以我真的没有叫过那个副主编。他怎么会知道李慧珍这么多东西？